丁。卤蛋他娘今天要做新花样了，看看看啊，家人们看看他做啥玩意儿。新花样就给你们砸点麻花吃的。卤蛋他讲娘今天要砸麻花呢，砸那个软麻花是不是？嗯，大麻花。嗯。可能个人了，以前就是做糕点的，这还算不算太多呢？哎呦我的天哪！要说那时候你们做的糕点好吃啊！你八斤面，这家伙干这么多鸡蛋！哎呀，打鸡蛋是特爽！哎，留鸡蛋壳不打架小鸡儿。我天，这么老多白糖，这么多鸡蛋，这么点面粉。哎，你看我说的，你心疼了你心疼了没有？吃不心疼，咱只要吃到肚里不心疼，是吧？哈，人不说有句话说了吗？吃不穷，穿不穷，算计不到就受穷啊，是吧？对，老话不就这么说的？对。哎呀，这面怎么成黄色的了呢？咋回事啊？黄色的多好啊！不应该。为什么穿黄色的？我不告诉你，告诉你该骂我了。咋的呀？不能说。干坏事了。不能说。看，不能面是黄色的啊！你肯定偷放鸡蛋了。你要不放鸡蛋，不偷放鸡蛋，能成黄色的？哎呀，你看这小手这个快呀！啊，那你不快点，那么一堆面啥时候能整完？咱这也不用城管，它是大大小小都。对呀、啊，你这玩意儿，你拍这玩意儿大大小小丢人呢。丢什么人呢？自己吃又不是跟人家吃，没称这不大大小的小，啥样事儿都有。嗯，像人家那麻花还得称，嗯，就是大大小的小。我们家年年春麻花更是，哎呀，就多了一个标准的麻花，哪个标准呢？看看，就戳了一根标准的麻花，剩下的都就这最后一这根用心戳了，是吧？糊着人了，不是，就是面没那个什么玩意儿，面就是着急了，切的大大小小，所以这个麻花大大小小，长长短短，粗粗细细。啊，行，咱自己吃，咱不管它大小，好吃就行。咱也不卖钱，对，是不是？咱也不卖。对，不卖钱。哎呀，这小麻花炸的，看这颜色，就是大的大，小的小，大小不均匀，咱也没用秤称。对呀、啊，下次用秤称，大小要的均匀点。看这麻花，哎呀，可香了，刚才我们吃的，锅里还煮的饺子，炸的麻花，这麻花炸的。这是多漂亮！漂亮，嗯，干死油温有点高、啊。漂亮啥呀？大的大，小的小，这叫漂亮。哎呀，今天的麻花老带劲了，也老好吃了。哎呦天哪！这白菜真甜。啥时候剩的白菜心儿，咱俩都得吃掉。我妈种的白菜甜吗？我妈种的白菜真甜。豆饼喂的，它能不甜？啊，比我都甜。是白菜皮儿真的好甜。嗯，看咱妈来吃啥，麻花，好吃的不得了。刘姐在那炸，我在这吃。本人今天说元旦吧，可能就没啥人来了。完了，我刘姐那两天说到时候给你炸点麻花，就是说没啥人嘛，就炸上麻花，就揉上面了。我还偷打了好几个鸡蛋，这家今天忙的不亦乐乎，买冻饺子的，煮饺子的，鸡瓜倒没有，没做满。晚上又来了几个人吃饺子，就是买冻饺子还是煮饺子的打包的。
这今天又来这儿呗。老板今天挣钱了，哎，别，今天言语冲撞了老板，今天你给老板赔个不是，是吧？你吃啥我杨公子买单吧。你还有十天的机会啊，把我撵走。哎呦我天，哎呦我天，这家伙想整老板不容易啊。掐日子啊。今天这个是老板做的那个什么新年款啊，样品啊，就我们自己吃的。然后老板不乐意了，然后我们员工集体起义要给他干下课。是你们不乐意的，把我干下课，跟我。甭管谁不乐意了，今天就是要给你干下课啊！啊，好嘞。对，这不完事儿了吗？这就啊。哎呀，你们俩真厉害呀！你试试呗，哥。今儿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给老板干下课。那真的是太好了，我看你们能不能说出这个馒头来啊！嗯、来下课。你那玩意儿哈、嗯，有点春春，看不出来吗？不，样品。啊，样品就得。我跟你说，下一个我指定是。让我下课呗。下课，今天的目的就是给你干下课。那太好了，感谢你啊！一个店开七个月，给老板干下课的，你想想，那太好了呢，老板可以休息了。嗯，能不能好好干？我要跑路。你还敢回家？腿打十个。怕不怕？嗯呐。回家吗？跑路吗？腿打折也回。爬回去啊？嗯呐。那胳膊也打折。真狠的。我回东方红了。嗯，回吧。我开车回去了。嗯，开吧。那你家门钥匙呢？家门钥匙在车钥匙上啊。对啊，我不就把钥匙给你吗？你回去吧。啊。我们俩干就得了。你们要把老板辞了呗？啊。那太好了的，正好我回去帮妈包饺子去。啊，行，你回去愿意干啥干啥。加油干啊！下课，回家了。嗯，回家吧。那个钥匙搁那，你是回东红还是回那哪？钥匙给你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管你，不要，生气。行不行了？哎呦我天！你都把我开除了，再见吧。那你不老板吗？员工开不要，车钥匙都给你，自个开车回吧。撞雪堆呀！那你别管了。下课了啊！一会儿贴花你们贴啊？那蒸都蒸出来了，那磕完贴花呢，小事儿吗？好嘞 ，OK。那不是扣的吗？老板啥技术都能教你了，还让我下岗？你快了，不行了吧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快了，我们就是在这再学徒一段时间，你就完了。我跟你说，麻烦交学费好吗？交不了。那你学什么？我们偷摸学，你看着吧。老板到屌是没辞退呀？那可是，你要能把老板辞退了哈，那你说厉害。我们本来打算想给老板干跑的。我巴不得的呢，我回家下岗再就业，刘阿姨都说我了，我可以下岗再就业。结果发现有些活儿整不了，哎，说咋整？你看就这样小活儿啊，这都是老板整的。我也想下岗啊，怎么办？没事，你再给我们十天二十天时间，争取给你干跑啊。好嘞。嗯。你别先跑啊！嗯，我没准儿。你别跑！哎，我跑了你都不能跑，我可告诉你啊！我肯定得跑。那不行。有些活儿离不开老板呢。那肯定。这看来要想把老板踢出这个店，还得等一段时间啊。你缺点等着呢。没插，没开都啊，开了。我以为没开呢，那个。你在说什么奇奇怪怪的语言？事呗，老板，今天又可以下班了呗。可以了，今天做的。这是样品啊，我们第一天挑战把老板弄出去失败了。失败了吧？嗯、没有老板还不行吧？嗯、看。再等。龙年大吉，金龙迎春。嗯、再等个十来天吧啊，肯定能给你干走。你别走啊。嗯，行。哎，我觉得真挺好看的。